们在上一堂课已经讲到，就是说我们要把一个转动的话呢，那要把它看这个分解成是啊，对直心转动，然后直心平移。那换句话说，我们是要 focus on which 的 body， 就是一个身体的情况，你在转动的情况之下的话呢，是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形变的情况。那我们现在，我们先首先看一下，我们看到的是，平常我们如果讲 pure rotation， 纯转滚转动的情况之下，那最常见到的当然就是你的滚动的情况，它是一个 pure rotation。那我们看到所谓 pure rotation 的部分的话呢，就是瞬间 ，OK， 它这个点就是你的转动轴是固定的，它瞬间是固定的 ，OK， 那这个点的话呢，是跟地面垂直的。我们现在取这个例子来看待的。那上面的个点啊，所以这是一个圆柱的话，那上面的个点它的速度呢，如果是这一点的速度，那没有疑问，就是完全是垂直的情况。OK， 那这点速度呢，也是一样的，就是垂直的。所以它是 pure rotation， 所以每一个点上面的每一个点都是相对于 P 点在做转动。OK， 好，所以这一点一样的，它也是垂直啊。它只是现在指的是边缘的一点而已。那如果我说我不是边缘的，那一样的是中心的某一个点也是一样。它是垂直的，所以你看到一个整个，如果你去追踪这个物体边缘，这个圆柱啊在转，那你会发现说，从这一点转过来，然后慢慢到这边，那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理解，我可以把我的速度，各点的速度，我把它看成什么呢？看成是两个的速度的和。哪两个速度呢？第一个，这里这个圆柱的部分的话呢，它伸出我们的手，对。它有一个直心的速度，那我可以把任何一点的速度 v， 把它当成是第一个是它相对于地面上的观察者，这是相对于地面上的观察者你看到的，然后再加上 ，OK， 你的这个central mass的速度。相对于 P 点，它都是先这个轮子都是相对于这个这个P 点的话，它是切线速度哦。我把这个把它写上去 ，OK。那你会发现说，所有的物体在动的时候的话呢，它是相对于 P 点。OK， 然后这个呢是相对于直心，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了我应该写的是这个应该是 T 的部分，我把它画在这里，
树不归，这样子更好一点。误会，这是申告 MAS 的速度。然后呢，直心相对于这个切线的速度呢，切线的速度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每一个切线速度，那我把它合成起来，两个合起来，那就是一个所谓的放射。是我们所谓的 V 的数字，对，这个是切线的速度，然后这个是 V 的数字，那每一点都可以这样子做。换句话说，如果我精确的画的话，那这一个速度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两倍直径，对，非常的大。OK， 那一样的。在这一点上面，你看到的是 V central mass 是这个方向， OK， 那切线的速度是这个方向，所以你合起来，合成以后，这是我们黄色的这个速度， OK。那每一点你都可以一样的方式来把它各点上面的速度你都可以求出来。那这个概念上面就是说，我们从 P 点， P 点是瞬间不动的点，其他的点是绕着 P 点在做圆周运动，然后呢这个申告 MAS 是往前在平移的情况。那如果一旦你是这样子来猜你的这个速度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我说瞬间，你这个瞬间呢，那我们看到它动能啊，动能是等于多少？你已经知道个点的速度啦，那我们可以知道说二分之一。的 IP omega 平方 ，IP 是什么 ？IP 是相对于这一点的转动惯量。那这个动能的部分的话呢，我们看到 IP 基本上面就是 I 分之 m， 再加上我们把所有的质量集中在直心，平移定理啊，告诉我们所有的重量集中在直心。直心跟这个 P 点转动轴之间的距离，那我们现在是我们的半径 R，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这个是 N R， 那换句话说，我把它带进来，我的 kinetic energy 就变成二分之一 I central mass omega 平方，再加上。二分之一 m r 平方的同学，非常的两项。那你现在你看到的是前面这一项二分之一 i central mass omega 平方，就是相当于你这个物体相对于直心在转动，你所得到的转动的动能。那后面这一项呢，后面这一项我们看到的，我们的 central mass 的速度啊，基本上面 OK， 因为你这个转动是在纯滚动的情况之下，速度是 omega， 角速度是 omega， 所以我们说我们的 central mass 的速度是 r omega，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动能，现在你可以把它写成两项，这两项是什么？一项是 I central mass omega 平方，
再加上一项呢 ，Obviously earn the St. Paul Mass。那相当于是什么意思？相当于一项是，你相对于这个，相对于 St. Paul Mass 做出的果报。OK， 那这项呢？是 St. Paul Mass 直接在做，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一个纯轨道的物，这是完全 pure rotation 哦，它没有一边转一边滚哦，它只是完全纯滚动的情况。那纯滚动就是要有一点 P 点，你是固定是不动的情况之下，这个 P 点啊。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它是瞬间不动的情况。OK， 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处理我们的问题。那当你这样子做以后的话呢，你对问题的解决就非常的简单了。那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它的动能的情况。那第二个部分呢？在上一堂课我们看到的，我们说 torque 是等于 dL 比 T 这个关系。那这个关系的话呢，是在上一堂课是对一个指点而言。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对整个系统，那对整个系统来讲的话，你也可以知道我的 total 的 angular momentum 就是每个指点它的 angular momentum， 你要把它相加起来，加到 n 的指点。 OK， 好，那这是 n 的 particle， 那每一个小的指点的 angular momentum 都把它加起来。记住了一件事情哦，这是向量相加，好，不要忘掉。那你现在你看到我说，如果这个系统 n 个指点，那对每一个指点来讲，那它是 Ri， OK， 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指点上面它的 momentum 是 Pr， 或者我们直接把它，我没有关系，我们就直接把它写成 Ri 呢，因为 angular momentum 的定义就是等于 Ri plus Pr， 或者你这个呢是你的速度，因为我们 Ni Ri 这是定义的部分 momentum 的定义。那 angular momentum 你知道依照定义是这样子的，假设我们现在这个点就是 O 点啊，我说我的这个系统的直心，直心在哪里呢？直心我不一定把它用另外一个颜色来表示，我说我的直心呢已经改变，已经我把我的原点把它转变到我的直心的位置，那这个是我的 central mass 的位置，那我可以把这一点当成是 O point。 OK， 那相对于 O point 来讲的话，它距离原点，这就是我们说我们要算某个物体 central mass 在哪里，那你可以计算出来，对不对？好，那如果相对 O prime 呢，这是相对 O 的 A 波猛的，那相对 O prime 呢，或者是相对于直心，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
我的 atrial momentum， 它应该是这个 RR 啊，已经要变成是相对于 atrial momentum 的。那 I down 呢？RI down 呢，它跟 RI 之间的关系 ，RI down 跟 RI 之间的关系的话呢，是等于 RI 减掉 R central mass， 这没有问题。那这个 RI down 基本上它也是相对于直心。它应该是相对于直心的运动速度。那我们看到的 MI， 那这个就是 RI prime 底区的部分。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说这个是相对 O 的，那这个是相对 O prime， 也相对于直心。所以我们说，我们相对于O prime 的这个 atrial momentum，L prime 呢，它基本上是要把所有的 RI prime， 你通通要把它加起来。OK， 那我们看到，你现在把它加起来的话，那相当于是 RI prime， 然后 cross PI prime， 所以应该没有问题吧？好。那只是我们 RI prime 我们已经知道了，那 PI prime 的部分呢，如果我们把它再进一步写起来以后，因为 RI 已经看到了，所以你这边是 RI 除以底 T 减掉 MI 底 R central mass 底 T。 来，那我们把它带进来，好，那把它带进来的话，那也就是 RI prime cross 底下 MI 比 RI 比 T 哦，甚至于我可以直接把，还是直接先放好，然后减掉 summation I RI prime cross。MI 比 R central mass 比 T， OK， 那这个地方我们针对这一项的部分，我们先把它保留前面的 MI 比 RI 比 T。 那后面这一项呢，因为这个 central mass DT 是定值，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这个部分MI 是定值 RI 帮你把它写起来 R central mass 比 T， 所以你的 summation 是 summation 不到这里，你可以把它提出来。那现在你发现一件事情是这个东西啊，这东西的意思是什么？是每一个 particle相对于 central mass， 你把它加总起来的位置，那这个是多少？零，因为它是相对于直心，对不对？所有的 particle 它的位置相对于直心，你把它全部加起来就是。OK， 换句话说，你现在你看到的 L prime。你只有前面的这一项 ，I 这个的话 ，RI prime，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当时啊在讲的时候 ，MRI DT 这一项的部分。其实
你如果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要计算的是比 L plus 比 T 啊，那假设它是等于外力矩，这已经是我们知道的。那你现在你发现这个部分呢 ，L plus 呢是等于 summation I R I plus cos M I。啊、哦，我这样，这底梯，你把它底梯，所以这个底梯以后的话呢，这边的底梯，你把它放进来 ，cos M I 比 R I 底梯，再加上两项 ，summation I R I 方 cos M I。比 R I from 比 T 的二次微分，或者我直接就把这个，这个其实就是什么 M I V I 啊，那其实这一项就是 D， 那这一项呢，也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的 force。的部分 ，OK。那你现在你看到了，你现在也看到了啊、这个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后面这一项是我们看到的。如果我们把它写一下 ，R I from cos R，OK。那这一项又是代表什么？反正你一个物体的作用力，不管它是作用在哪里，那你作用力你已经固定了。一种是什么？相对于 O， 那它就是 Ri， 它有得到一个 force Torque， OK， 这个 Torque 呢其实就是 Ri， OK， 你把它放起来。那另外一种呢，你的 center of mass 在这里，那你的 Ri prime 就是在这个位置。那这一项呢，就是你相对于 center of mass 的 top， 这样有没有问题？只是你的转动轴原来是在 O， 你现在变成在 O。所以它是相对于它的 top， 这个呢是 top prime 呢是相对于 O prime 的 top， 就是这一项。那前面这一项呢？前面这一项你看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把 M I 啊放前面来 ，M I 比 R I prime 低 T。这个 term， 你把它看到的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个 term 的部分的话呢，实际上它 是等于零的。我看一下哈，有没有哪一个地方漏掉？有点好像少了一项这样子，有一项少掉，我看是哪一项。因为还有一个 R I， 后面这一项已经没问题了，前面这一项 有一个太少掉，看 L prime T 是等于 R I I T。再减掉，如果我们直接这样看的话，其实这个是 T 比 T R I plus P I， 那 P I plus 已经在那边了，所以你可以看到 R I plus P I。
再加上 RI plus cos t p dt。 OK， 那这个 term 好，这个 term 是等于的，因为每一个指点相对于 central mass， central 就是应该是等于的，所以这项就是等于的。OK， 好，这个等于零，所以你对它微分还是等于零。所以这项等于零的话，啊，基本上面我们看到，你把 L plus dt 就相当于我们看到了一个 dL plus dt， 它其实就是我们的外力矩的总和。那这个外力矩呢，是相对于这很重要的，是相对于central mass 外力矩。所以你现在你发现一个，原来我们本来这个关系只是应用在 single particle， OK， 现在呢你已经把这个关系扩大到什么呢？扩大到我的外力矩啊，其实我相对于 central mass， 我也可以把它写成 dL dt 的部分。这全部都是相对于 central mass， 因为你相对于 O plus 就是相对于 central mass 部分。那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这是 many particle， OK， 你现在已经把它扩大成这样子的情况。所以你现在你看到本来啊，我只是单一个指点而已，现在我现在变成是我相对于直心，我也可以把直心的转动惯量对时间的微分，就相当于相对于直心所全部的外力矩的总。那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的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就知道 central mass 这一点是什么非常特殊的情况。那再加上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个 pure equation， 你可以把它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相对直心在转动，然后直心直接平移的情况。所以我们平常我们处理我们的转动的问题的时候呢，常常就会把我们的问题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直心的部分，那直心呢直接就是，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是相对于直心，那相对于直心运动的部分呢，你可以是纯轨动，也可以就是纯轨动的部分，或者是纯转动的部分。因为轨子好像有连啊平移连转动的部分，所以我们直接用 pure location， 这是我们常常处理问题的惯用手法。好，那这个惯用手法你要非常清楚的部分，你对于转动的问题就不会麻烦的。那有同学也许会问说，这个关系是不是如果不是 central mass 还存不存在？那我说，如果不是 central mass 的时候的话，那会有一些些问题。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在下一节的部分，我们就会看到，其实我们的
这个 talk 的部分嘛。talk 的部分呢，应该分成两个分量，一个分量是平行转动轴的分量，然后另外一个分量是垂直于转动轴的分量。这个的分法就像我们的力，我们平常我们把力呢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跟它什么速度平行的分量，那跟它速度平行的分量是改变什么速度的大小，对不对？如果我们把力分成垂直速度的分量的时候，那垂直速度的分量是改变什么方向， OK。 所以同样的情况，我们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 talk 也是一样的分成两个部分来讨论，一个是平行转动轴的分量，一个是垂直转动轴的分量。那这两个分量呢，它各司其所。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到这里有没有问题？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稍微把它整理一下好了。我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转动的部分，跟 translation， 那 translation 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的平移，那是用 x 来表示。那 location 的时候呢，就叫角位移的，这是西塔。那你在 translation 的时候呢，你的 velocity。这是你的速度 v， 那你在 location 的时候呢，就是你的角速度，一个一个的对应过来，那 omega。 那你在平移的时候呢，你有一个角加速度，那 a。同样的，那这个是有一个角，有一个加速度，一个是角加速度。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阿尔法，也就等于角速度对时间的关系。那在平移的时候呢，你的惯量是你的 mass， 在转动的时候是你的转动惯量 ，OK。在平移里面，移动影响你物体的改变是你的 force，OK、okay?。那在转动里面，影响你的这个转动的状态的，就是你的 torque。 那在平移里面，好，你看到你的 kinetic energy 是等于二分之一 mv 平方。在转动里面啊，你的 kinetic energy 是等于二分之一转动惯量乘上 omega 平方。那在平移里面，我们说我们所做的功 walk 的部分是你的 fdx， 你把它加起来就是你的功。那在转动里面呢，虽然我们还没有推导，但是你马上也可以看到一个一个对应起来， force 的位置现在是 torque，
胃的位置现在是西塔，就可以知道。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整个的结果。那你现在在暂停里面有一个 linear momentum， 那它呢 ？p 是等于 mv。那在转动里面有一个 angular momentum， 那这个 angular momentum 的部分呢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如果写成 p 的部分就是 mv， 那我可以看到这是定义哦。基本上这个定义啊，这 angular momentum 啊。实际上我是可以把它写成它是等于 I Omega， 那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把它写成 I Omega 呢？基本上面在这里地方我们可以再把它转一下就出来了。 OK， 好，这个是 M 的位置对应 I， V 的位置对应 Omega 的部分。那我们下一课我们再想好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没交代的，对，我们然后呢在皮影里面的 power， OK， 单位时间所做的功，这个你就是把单位时间所做的功把它微分，那就是F 乘上你的速度 V， 那在转动里面我就可以看到我的 power 是等于 torque， force 的位置就变 torque， V 的位置呢就变 omega， 就是这几个我们还没交代。那我们会看到这些都交代了以后，那你可以看到其实在转动力学跟平移的力学里面它其实很有互相呼应的关系，只是有某些东西是你必须在 center of mass 的地方去做。就像我们说这边的话 force 的部分是比 P 比 P， 这个 P 是这边的 P 哈，把它拉过，那在这里的话就变成套跟套骂，是的，肯定好。可是我们在啊这两个部分一对一的关系，我们先了解以后，那我们有几个部分我们还没有交代，那我们会再继续交代。好。